一排车轮压过的人行道，驻留在别离店的街角，黑板上浪费愤怒的脾气，失恋般的微笑，阳光下操场上你在奔跑，冰淇淋糖葫芦甜的味道，海浪里的喧嚣誓言，若不及那一个拥抱，管，白鲁伊呢？哎，白鲁伊呢？不知道啊。他这都两天都没来了，你不是跟他住的挺近吗？你不知道？不知道啊，我都好久没去他们家了。那这样，咱俩放学一块去他家吧。你去住校生得查寝，要不再等等。他要是明天还不来，咱俩礼拜天一块去瞅瞅他。哎，别等礼拜天了，就今儿。你这么着急干什么？他就请了两天假，他要是真有事儿，早就有人给他收拾东西了。我看是你丫太淡定了吧，我还以为你挺有人情味的。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，杨猛，你就这样吧，你神经病。银子，银子，大闺女，叔您在呢。有阵子没到家里来玩了哈。你丫咋跟来了？我不跟过来，咋弄你爸管你叫大闺女的？这不是我爸，白露英她爸。叔叔好，这也是英子同学吧？嗯，这小伙子长得真精神。叔，白露英呢？睡觉呢？这么早就睡觉啊？他今天早上才睡的，估摸着这会儿应该醒了吧？那他是病了吗？没病，就是困，想睡觉。哎，大闺女，来，嗯，好，叔叔摘点菜啊，来。你怎么来了？你都两天没来上课了，我来看看你。你和顾寒闹矛盾了？为什么是他？你不觉得你和他的感情不一般吗？怎么了？没怎么，我又不想去了，把我送回去。两路返回呀，还是你把包拉家里边了？
这是顾海的作业本，本来我是想自己给他的，既然他没来，就放你这儿吧。顾海去哪儿了？我不知道。你竟然不知道他去哪儿了？哎，你们两个人不会是每天来交替听课的吧？今天你来，明天他来，回头再把知识回去整合一下。顾海他昨天来过了。对啊，你不在的这两天他都在这儿呀。大海啊，分了就分了，之前你俩在一起我怎么好意思跟你说，那金露露她有什么好的，你说漂亮吗，条顺吗，那不大街上一葫芦一大把呀，她哪儿配得上你啊，就是还整天装腔作势仗势欺人，人模狗样的，要不是看在你面子上，好几次我都跟她急了，你早该跟她掰了，你说你这会所的女服务员哪个不比她漂亮，就是啊，凭咱哥这条件，哪个妞不得惦记着？别说，还真是。哎，服务员，服务，哎，大海，你咋了？我对你不好吗？嗯？啊？我顾海对谁这么好过？好，好，好，你对谁也没对我这么好。那你为什么说那么绝情的话？因为我贱呗。我太他妈贱了！我，你说谁贱啊？啊！哎，哎，大海，你怎么还学会咬人了？他金露露，祸害不浅呐！真的，我想你了。哎，大海，姐，哎，哎，松松啊！你还不是无所谢吗？不是大海，你这，这，我，你还不是不在乎吗？我大海，赶紧走。这他妈今天我就他妈上了你！我大大，我要不给你操服帖了，我他妈就不想过海。不是，哎，虎子，虎子，救我！虎子，哎，我听说顾海要转学了，是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刚才去你们老师办公室，好像听到你们老师在说这件事情。顾先生您好，外面有人找，说是您同学，让他进来吗？进来吧。好的，稍等。你怎么来了？给你送点东西。你觉得我要笑那些破玩意儿吗？需不需要是你的事儿，老师派我来给你送东西，你要是不想要可以直接扔了。东西放这儿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洛伊，你还给我回来。你现在对我只能这个态度了吗？你想让我对你什么态度？白露英，除了我妈走那天，我顾海没为任何人哭过。你走吧，你走。会是在哪里？
此过得怎么样，人生是否要珍惜，也许认识某一人，过着平凡的日子，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。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人生几何。爸，这么晚了还回来，去哪儿了？去给同学送点东西。银子，嗯，大海有阵子没来咱们家了吧？嗯，你实话跟爸说，是不是你跟大海闹别扭了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他怎么不到咱们家来啊？他也有他自己的家，他家条件那么好，天天在我们家待着算什么事儿？银子，我告诉你啊，大海这么好的孩子，那可真是没处去找了。同学朋友之间闹点小别扭啊，那是常有的事儿。你一大小伙子，心胸就得开阔，你不能因为这么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就把这么好的哥们儿给撇了，这不值当的。这事儿我真开阔不了。他一孩子能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啊？他抢女朋友？没有，是他爸抢了您媳妇儿。是什么意思啊？和我妈结婚的是他爸。这你一开始知道这事儿吗？还是他一直瞒着你，有目的的接近你？不是，你瞅瞅，我想说什么来着？这不是刚开始我们俩也不知道。前两天我妈来找我，恰好碰上他，我才知道。合着你俩一开始都不知道这事儿？嗯，这也太巧了。你们年轻人管这叫什么来着？缘分，缘分是吧？多好的事儿啊，亲上加亲了。以后你去瞧你妈的时候，顺带着看她了。爸，您不在乎吗？我在乎什么呀？你妈都走了这么多年了，啊，不是，你妈跟我都离婚这么多年了，她也该有个伴儿了。她一个女人能找到一个依靠，是个好事儿。我知道她找过你很多次，但是你不应该记恨她、埋怨她。毕竟她是这个世界上少有的真心为你好的人。我觉得她特自私。哪个人不自私啊？这事搁你身上，你一辈子难过。那你怎么不早说呀？你也没让我说呀。现在怎么办呀？事情都到这个地步上了。听爸的，去跟他道个歉，以后该怎么着怎么着。我不道歉。不是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呢？是他让他爸跟你妈结婚的吗？他不也是婚姻破裂的受害者吗？那我也不道歉。不是，我说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？你啊，爸，不是，爸。你就别管了，我知道该怎么办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三天之内一定要把大海给我领回来。行了，记住啊。知道了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撞我！哎，我操！兄弟，跟我们走一趟。放开我！
放开我！啊，别动！你放开我！绑了就好，快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啊，放开我！到你们谁呀？放开我！放猪！放开我！哎！啊！放开我！老子这辈子就没这么窝囊过，你看我这手，看见没？给我搓掉一块肉。还说你呢，我在部队的时候，谁敢跟我犯刺儿？今儿也亏他们吃大了。我说多叫几个人来吧，你丫非说不用，你瞅瞅。我哪知道他有这两下子？行，甭说了，赶紧开车，啊，那边还等着收人呢，走吧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说我想干什么？啊？你不想离开我吗？你不是想跟我一刀两断吗？那我就把你囚禁在这儿，你想跑也跑不了。你。宝贝儿啊，你早就知道我对你感情不一般了吧？所以我亲你，不意外吧？顾海，你丫有病吧？先别骂人呢，听我把话说完。等我说完了，你在一块儿骂。反正我在你心里也没什么高大的形象了。芝儿啊，我就让他彻底坍塌。告诉你，我顾海啊，从来就没把你当哥们儿。我对你好啊，是因为我喜欢你。我跟你睡在一张床上，是因为我想上你。我做梦都想。怎么着？觉得我特流氓是吧？觉得我特变态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不赖别人，就这么赖你自个儿。你丫肯定早就看出来我那些龌龊的想法了，就他妈故意勾引我是吧？白洛因啊，我今天说这些话，我一点都不后悔。你不是想骂我吗？来，骂。让我听听你想怎么骂我。我不骂你。绝望了是吧？后悔认识我这人了是吧？想让我滚是吧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他妈偏不。你丫把我顾海吃死了，你他妈想跑？顾海，你会为你说的话付出代价的。我不在乎啊，只要能让我天天看见你啊，什么代价我都能承受。那好，你听清楚，我今天本来是来找你道歉的。昨天我和我爸聊了半宿，他一点都不在乎你的身份，还劝我把你带回家。今天早上我就被人劫了，五花大绑绑在这儿，还被一个疯子言语羞辱。你说我该怎么办？松绑。你说这是真的？废话。这要是你给我下一套，我不就上当了？叔。哎呦，大海呀，这阵子怎么没来家里来玩啊？
哎呦，叔都想你了。叔啊，英子都跟你说了。是啊，英子不懂事儿，我让他去找你了。这会儿应该到了吧？啊啊，应该快到了，快到了。叔，我去看一眼，我先挂了。松绑。我要给你松了，你跑了怎么办？你放心，我不跑。 哎，我的小英子啊！宝贝儿，还生气呢？嗯，你说，你想上谁？不想上媳妇儿的丈夫，不是好老公。你呀，哎。 去哪儿啊？你管我去哪儿？话还没说完呢，往哪儿走？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我刚才表白表的挺带劲的，你怎么在这给点回应啊？我回应你什么呀？我没抽死你就是好的。回应我什么？我都说我喜欢你了，你怎么说得回我一句吧？顾寒，你能不能不抽风了？谁抽风？我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，都是男的怎么了？你忘了以前咱俩遛狗？ 还看见一只狗跟一只猫搞对象了，那能一样吗？有什么不一样？你甭管是男是女，你甭管公猫还是母狗，你就说，你喜不喜欢我？不喜欢。靠边，我要回家了。你还要怎么样？不喜欢我是吧？成，我就继续关着你。 什么时候怪到你喜欢我了？我再放你走，顾寒。英子，我是真心喜欢你。我知道你心里早就知道了。你可以无视我那些混话，但是这话你必须得相信。你不喜欢我可以，我可以等着你。 我可以用大把袋来砸你，我就不信砸不动你。罗毅，吃吧，睡啊。喂。 这里还有很多呢，为什么想录音碗里呢？这不认识这个，他拉肚子。你，哎呀，你看这两个孩子，好多简直没话说呀！我还没顾得上问小海是几月份的呢。你们两个年龄一样，月份总有先后吧？我们家洛英是阴历五月的，小海你是几月的？他也是五月的。你是五月几号的？5月初一。你呢？我也是5月初一啊。你几点？我。你不是5月初6吗？ 小海还强抢着当哥哥，结果还是被我们家洛英抢先了。哎呀，看着他们两个这么好，我真是太开心了。这样，你们两个呀都搬回来住，也方便我照顾你。上学有司机接送，你老爸也放心。我是不会搬回来住的。小海，你在外面住的？我搬回国贸桥了。 条件挺好的，比你们操心了。啊，这样啊，这样也好。你们要愿意在那边住，就住那边吧。啊，好。说。哎，说。啊，来来，快吃快吃。你背着我说起从前，一个人拖延着时间，我笑着听着你诉说。 眼前却模糊了一片，你拉起我曾犹豫不决的手，向前慢慢走，一起慢慢走。
说我不懂，也总说我不同，风也吹过我嘴角残留下温柔。别说你会继续陪我，我不说是我太过沉默，你握紧双手听不见我说。别总说我不懂，别总说我不痛，风也吹过我嘴角残留下温柔。别说你会继续陪我，我不说是我太过沉默，你握紧双手见我说别走。